来啊，看看我到10点累不累？这游戏会越玩越那个啊，疲乏吗？还是？哦，没有越玩越放空。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哎，我哥哥，雪莉按按呀。我看一下影片啊。今天要放音乐，不然我真的会手不会睡着。不行啊！找弯，为什么一天没睡？要问我家小孩啊。真假？你一天没睡哦？对啊，没有，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动邪还是怎样，就突然莫名其妙哭，也不是肚子饿，也不是大便，也不是都没有怎样，就突然是缺乏安全感。通常小孩哭不都有一部分是缺乏安全感的？不知道哎、欸，没有给他十足安全感。他就突然睡，突然起来，哭了。今天我要留，我会删档。为什么？哦，波哥啊、哦，我要听音乐。早安，好久不见。今天要跟繁星刷刷。对。那随便聊，这个刷刷感觉就是一个无止境、完全没有目标的东西。没错，我要放音乐了，呵呵。无存分辨。有你有嗯嗯。他的机密没网路，你那走。我要开了。你啊。嗯。雷克斯找，我看一下，我那时候说我想要开哪一个。开这个好了，这个好像对我们还好。我不知道火山的词缀是怎样。34啊，哥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我相信你可以啦。我的，啊、你现在伤害多少？我伤害没有变过，因为我都没有刷到好装。对对对，啊，多少啊？我只有3835，哎，超烂。你3835，我站着不动就4216，哎、欸、哎，没有，我跟你讲，他那个我后来发现那个伤害不一定、欸，哎，对啊。因为好，我看到有一些毕业那个几秒就可以刷掉，其实他们那个攻击伤害其实没有很高。我核心技能那些东西不是吗？他们好像都是就是别的东西去撑起来的，所以好像也还好。啊、那肯定是你看你还好嘛，对不对？没有啊，我相信你打得通。只有你啊，我没办法哦、喔。这样，地层在这里。雾虎爪、妖神爪、空气爪。三档角色顺便吗？不行哦，这个角色我不要不会删哦，累得要死。这么嗨啊，玩这么大、啊，没办法、哦，肯定不行，对吧、啊？有感情的，嗯，
那你大楼算你好了。我还没跑过去。嗯。没错，我今天听版权音乐听到爆，所以我等一下要把档案删掉。呵呵。很容易按错技能，不会啊没有啊，你如果只玩一招技能就不会按错技能了，对啊，只放一招就好了，对啊，我原本是他每个都会学，有一些用不到我好像就不学就算了，随便，又不是封测死灵法师施暴，没了，对啊我把你调大声音啊，有了，好了，嗯，我进去了，嗯，懂了，唉，五班安安，没有，我跟你讲，嗯，现在外面，我之前有讲过，现在外面有一个。有个确诊超人，我现在有点怕。你说你房间外啊？对啊。哦。你可以传了。嗯，我到了。哦，然后我要跟大家讲，我转兵法了，呵呵，火法什么的，爸爸。哎，你怎么你还没到里面呢、啊？哈？我已经在里面了、啊。哎呀，我怎么传到外面来？不知道哎、欸。现在在外面啊，声音要调整，可以说一下哦，感谢。我游戏声音太大了，你要调一下。哦，这里哦。现在这首才是我推的主题曲哦。所以你还要再跑那一段哦？哪一段？就小段的路，对啊，一小段路啊。你看你可以吗？不行啊，这个是因为没精英哦，有精英我就死了。有精英我不行。小空七个月，感谢。欸、我其实有在想，如果四个兵法，然后呢都那个装都大概稍微齐的话，那个画面应该蛮壮观的。小空不是也是吗？小空是谁？他没有玩呐、啊，魔法使就我们两个而已啊。哎、欸，我记得是还有一个雷啦，哦哦，繁星也是三个，嗯，啊，我们是三个。这样我们就再缺一个，我们就可以四个兵法弹幕哎、欸，对啊，机关枪哎，你就拿着加特林慢慢这样子打，对啊，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兵法就是加特林，说二十二等法师太久了，嗯，太久的嘞，对啊，哇，怎么会遇到事件？咔咔咔咔，啊，你会卡吗？真假？我一直都会啊，所以我那时候去打一个。那个地狱浪潮打得很痛苦。你的卡是直播卡还是你玩另外游戏？玩游戏会卡，是哦。那你的那个画面有调吗？有啊，没有用。有时候过图，有时候过图就卡。哦，哎、欸，游戏喽。那那边，白痴，我在射门。啊哈！欸、不行哎、欸，这里有点尴尬，我把它拉出来。好，等你。嗯，我更不知道有没有射到他。要修。有时候不是过图，走着走着就停一下啊！地狱浪潮啊，死定了。鸡鸡，哦呀，你有你说你不是就有被这样搞过一次？很多次啦，对吧、啊？喝个补血的好爽。不行，这只怎么那么硬啊？到底有什么问题呀、啊？看一下这地层哦。哎，怪物！我有故意选一个，他们那个有抗性，但是不是冰冷抗性的、啊欸。
对啊，他们没有，他们冰冷抗性没有增加。我死掉了。你水要喝完了吧？我水已经喝完了。我要冲到门口回家。啊！不行啦！死了吗？我还有，我还在，我现在是失血在，失血在撑。哎呀！啊，原来刚刚那个，哎呀，刚刚那个，那什么圣坛、嗯、陷阱？哦，那是陷阱圣坛哦，难怪这么贵。我要先回个血。哦，我突然觉得这冰箱好赞、啊。对不对？那时候跟你讲说。白痴哦、喔。死了吗？死了。哦，我复活你，我复活你，我复活你。这冰箱好赞哦、喔！一出来，然后那个怪直接射在我脸上，我直接死了。有个白痴，唉，不要，我又不是玩专家，我死了干嘛三档？哎，啊啊，那个，哦，那个弓手，那弓手好烦哦。还没准备好，这首歌完美体现我在叫哎、欸。太痛了，太痛了，太痛了！啊！你干嘛打？超级痛！而且这个事件还是诅咒圣坛，哎，还是钱的。如果是什么雷电怪就算了。我怎么在睡觉？被打，被打死。啊，你觉得这游戏玩下来，目前感觉怎么样？啊，感觉怎样？对啊，你有玩三代吗？有啊，啊，你哥就跟三代比，没有三代，其实我玩不懂啊。真假？是三代不是蛮直觉的吗？啊，可是就是人家就是在讲他的啊，我就听不懂啊，就啊，你那个时候不是刚开始玩对不对？对啊，我是。真，我是为了我那时候是为了魔兽世界的一只坐骑，一个宠物买的。哦，因为你也知道，以前暴雪不是有那个吗？你买的那个角色什么都一起有。有啊有啊有啊，对啊，记得有这回事。所有的那个斗阵的伊利丹啊，造型也是这样子来的啊。哇、嗯哦，你其实某种程度你也是暴雪出的，白色、啊。是啊。哦，我转兵法了，那个魔法太那个。我刚刚死掉就是因为我太贪了。我如果不贪，我应该会死。我自己是玩起来，我是觉得，我觉得四代比较，四代还行啊。三代那个时候。我玩到剧情破关之后，我就没有再玩。而且我是那个时候破关是还没有包含 DLC， 我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纯粹主城市破完就没再玩。加油，加油！可能被那个定期炸搞死。
那天就是想要到比完死灵快100倍。侠盗跟死灵其实都算是这一个版本蛮惨的吧？侠盗哪有啊？有啦，没有侠盗要看啦。你如果想玩攻跟弩，就真的不太行啦。Oh. 啊，你如果是玩刀贼可以啦。所以你看那个啊，路人侠盗全部只玩刀贼啊，几乎没有看到攻啊，对吧、啊？这样死灵就只能玩一个而已啊，目前啊对啊，死灵目前只能玩古毛啊，你不能玩召唤牛，短召唤牛到后面就跟白痴一样，就跟那个啊，跟法师一样啊，法师你在之前是一定要玩电法，啊电法被削了之后，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是人人兵法，你玩火法就到后面就是白痴，就很可怜。转刀啊，转啊！不要玩游戏玩那么辛苦，真的该屈服。我跟你讲，这次之后哈，我以后只抄版本答案，我不管了，我不要再玩什么自己。不要再坚持了，我不要再坚持。我当初到底在坚持什么？超白痴。只是我这个也不是全部抄作业，就是因为我发现他抄作业那个游戏点法让我没有，没有，主要是那个技能点法让我觉得有点奇妙。他像兵法的普攻，你现在的普攻是哪一招？冰矛啊！我不知道什么，我那时候看了有一个人的作业，他的普攻居然是火焰欸，火焰？对啊，我觉得超神秘的。应该也是过度不知道点什么，随便点的吧。嗯，我有看到，甚至连那个都没有放啊。你说连普攻都不放，可是那个你装备要够猛，对吧、啊？对吧、啊？你装备不够猛，你那没找你没魔你就直接爆掉了。我不是都玩男的吗？也没有啦。我原本是想说，这感觉玩起来好像蛮有趣的，换一下。不是哦，那个我魔兽世界就已经玩兵法了，我想说换一下哦，想说换一下，结果好吧，还是脱离不了。对啊，我现在就是超个六七成，剩下就是自己随便改。啊，杀所有人，好哦。哦，冰箱放起来。哎呦，有一只鬼。像那个啊，像繁星，你不都点那个球球？嗯，点那个球球就没有点，因为它是你放非基本招式以外，有20%的几率会丢出球出来啊。它像我们这样机关枪那么容易。而且甚至不耗魔的，出那颗球的几率就很高啊！而且有东西，我反而是点另外一个，看一下，暴风球不是吗？啊，不对，对啦，我是点冰风球没错啦，但是我没有拿来用啦，我就只点一点而已，就只有一点而已。可是我怎么没有感觉到还有放过啊？你有没有放在附魔啊？啊，我没放附魔，那难怪。啊，对啦，我附魔跟你不一样啦，我另外一个附魔是火盾啦，就保命招啦，因为我觉得我现在陷阱，你快找，加不着，然后像是有人问想玩回旋刀刃，可是没有核心词缀怎么办？先玩别的，对吧、啊？就是对啊，你就想办法玩别的，弄到关键的东西，日过不起啦。对啊，像团团就蹲很久啊啊！你终于弄到兵法该有装备之后才转啊。对啊，虽然我原本根本没有想玩兵法、对，我怎么感觉谁都在残血？因为我现在在越级打怪，哈哈，我们两个都是。我没有欸，你没有吗？你75，可是这边88欸。对啊，我被你害的啊。对啊，所以就是越级打怪啊，你现在也是啊。我是被逼的，过来打啦！你打盾了。我按错了，
被关厕所啊！这什么东西？加油！不行了，不行了！娜娜复活了。等一下哦，我复活了，我复活了。不行啊！你撑住，你撑住，你撑住！我不想让他们没有没有，我先卡住啦！大屁股哎、欸，那些人啊、哦、！No！ No！ 哎、欸，我撑住嘞、欸，但是我水喝完了。哎、欸，我干，我怎么死？屁啦！啊，你又死了吗？你又死了吗？对对，我死在外面，是那个盾打掉了。哎呀，啊！没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你看我现在才几等？我现在才70等，我70等，然后我打88等的怪啊。可是这样经验才，哎，也不说经验多啦，就是刷到的东西才会比较好一点。加油！来了来了来了！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把我的武器刷成像你一样，就是双持。我现在还是大法杖。哎，拿不到好的，点一下。哎，你的敏捷有撑高吗？282，因为他不是有一些那个高几率啊，282。对啊，我现在才190而已，超少。得得得了！而且我是真的蛮意外，是这款游戏居然它的最低资源电脑资源的那个其实要比想象中的多哎。我们以为应该是还好的，超意外。能不能死路啊，哥？嗯，我在小风筝。有了，火山早安。应该也会有怪吧。嗯，好，受伤的怎么是我？你已经看了好多想在 DC 播这款人翻车，直接播不出来哦，太惨了吧。哦，打不着。哎、欸，事件。哎。这款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东西，还要多那个配备要求要多。要求，你看，哇，哇，我直接被逼出那个了，可恶！我盾了，是吧？我的保命招没了，打掉了吧？剩中间那个法师，妖术，墙在卡人，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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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们好棒，超棒。对，被顶住。对啊，满满吃资源，吃爆。哎、欸，对，我没有嗑药，我要来嗑一下。啊，对耶，都忘记了。这里的话是沉沦魔，是不是？嗯。
看一下，我记得我好像涂魔。我的背包满了。背包满了。你回去一下。我要回去一下。现在玩魔兽世界吗？不会了。那、后面被改的不是其实蛮那个的吗？加藤早。太科技感了，不喜欢。你说从，可是巨龙的还好吧，没有到很科技感啊。反正就是巨龙前一个，那哦，巨龙前一个版本确实是啦。对啊，跑到外太空啊，那个、版本有开飞船的、那种东西。还有，虽然它本身就有时间嘛，可是它还加了很多什么时间机器、微波那些的。对啊。哦，所以你没有那么喜欢科技感了。就喜欢原始原始的那种感觉，嗯，绝招，好烦哦！欸，你那个单手单左边的那个单手杖，每秒伤害多少？啊？你的那个单手杖啊？嗯，可每秒伤害是多少？单手杖每秒伤害1213。感觉好像要刷到这样子才能换掉、我好像刷到一个不错的、可以换了。嗯，我现在没有，现在都刷不到好的。地上鸡鸡，哎，就可以先留下来。哎，又要花钱了，又要花钱了。我现在努力存钱，存到400万。哎，我已经800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一下就花光了。对啊，等到刷到好的基础东西要来刷数值的时候就没了。哎，你在讲说那个护甲的生命值是指哪一个啊？什么护甲生命值？比如说刷护甲会有什么加生命值那个？哦、不是护甲啦，就是防具啦。哦，戒指、帽子、衣服都会有啊。哦哦，所以就是什么生命值上限加多少那个吗？对啊，那个词缀哦，我以为是它不是含在词缀里的。哦，就原来是含在词缀里的。对啊。哎，怎么没有一件麦装啊？可恶！有吧？就一件拆装啊！哦，真的？对啊，是拆装有啦，麦装没有。我刚刚好像不对，有吧？我看过，哦，不对，那是拆装。啊，这个城的那个商人是安娜的声音。不，那个铁匠是安娜的声音。铁匠是安娜的声音啊，安娜也跑去打铁，跑去当 BG。嗯，好热好热。我先看我哪一个东西还没有替换过，我这个戒指还没过，可是这个戒指感觉不用动了。受伤敌人伤害，受伤是要35%以下。这个你会留吗？留什么？会留这个词缀，还是会洗成？我不会、欸，因为感觉好像戒指要暴击跟暴击率，暴击伤害跟暴击率，易伤嘞，易伤也可以啊。啊，资源产生应该会吧？优先就是双爆啊，其余就是、我记得有减 CD 吧，还是什么的？冰寒伤害好了，先留着。治疗接受效果，先留着好了。我要没钱，之后再刷。一件装备刷了4次以上，我就如果还没有的话，就看要不要丢掉了，要卖掉了。哦，对耶，其实你平常捡起来看，把它标垃圾卖，就可以直接卖垃圾了。这第四我记得好像印象中有这个功能，对，只是我们都没在标而已。啊，怎么又是贪婪？这次的神殿很烂，你。
烂的要死。正好想要撑幸运一击，我撑不起来。我觉得很难撑啊，不好撑。我那个天赋的15%已经都那个三次就总共15%已经顶了，反正这样子也是不好撑。没看起来是要都有在玩，当然，当然喽。而且吃下的能量的东西比较多啊。不是啊，这种游戏就是很适合放空的时候玩，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就应该说当你已经怎么讲，你已经就是大概已经过了那个摸手说啊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放空玩了。我没有私下玩的话，我现在剧情应该还在第二章吧。难怪说三章，没有啊，因为今天想听音乐。嗷！嗷！嗷！这也是发神经是不是啊？要修暗黑就是金欸，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大秘小秘是什么意思。秘境啊，就是大、那个副本。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大秘还是小秘啊？不是应该不是大秘啊，小秘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被抓去刷大秘。是的、哦。嗯。哎，怎么死在这里？你先打完吧。哇，你被困到了。二重困。二重困。这边有两只会造基础的，你小心。真假？你刚刚还有摸到救我，你很狠欸。起来吧！是啊，你为什么？为什么？厉害吧？为什么你要这样？让我死了就可以救我了。不是啊，我继续躺一下不行吗？起来，给我起来！给我努力哦。好了，我很努力，我很勤勉哦，你自己看。啊，不努力了。我先冰箱一下。哎、欸，我被困住啦！打不到、啊，所以爬不起来。还没准备好。哦，舒服，竟然还救得到啊！这是我自己也想不到的东西、欸。对啊，我以为你会救不到，然后就会死掉。对啊。我是你，我也是两手放开在那等了。对啊，我刚刚其实就已经两手放开在看聊天室，然后我在喝饮料了。超废哎、欸，我先打这个白纸，超痛。啊！我惹到人了，我惹到人了，我惹到人了。啊，那个盾打掉，那盾太烦。我够了。你知道我不知道暗黑三跟二代在刷这种秘境或是副本的时候，会不会跟现在四代大家大部分玩的时候一样，就是都刷那个越级怪，你知道吗？会啊。也是会哦，真的假的？嗯，想说我会越到这么多吗？因为我们这真的是很意外、欸。对啊，其实后面就是装备都起来，可以越级打。嗯，它后面都装备都会有那个啊，套装效果。哎、欸，对，这一款好像没有，就是等赛季啊，赛季有可能会有。你要在那边推啊，肯定要等赛季。
赛季初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玩再说。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玩这种类型，我其实都是玩一般，然后就是啊一只脚玩爽爽好了就可以了。虽然说好像这个的精髓真的就是在玩赛季，就是因为每季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对啊。多少人重练15？那保育岛35等人蜘蛛洞，好狠。莱斯顿，啊，跑走了。嗯？啊 ，no。哎呦，赛季初都已经退坑了，就是我很封闭的游戏了，对吧、啊？那时候有问说，欸、我为什么他第一赛季要隔那么久、欸？哎，待多久、啊？他七月才会出、欸，哎，你知道吗？不知道、欸，哎，他赛季七月才要打，他才打算出，我超意外的，我以为顶多等到正式版，就是6月6号出的时候会一起出，就居然不是。超神奇！第一个月是标准版，先测试修 bug， 已经一堆流派都很酷酷都被砍了。你觉得兵法会被砍吗？砍啊！哎、欸，法师，法师不会被砍太凶啊。万年干儿子、干女儿。而且兵法应该不会吧？超级亲女儿、亲儿子，真的哎 ，Hunter Fix 大师兄。他说：“想想你的针呐、啊，不要修了。”野蛮人被砍说：“不是，因为野蛮人，你知道，这是这个出了之后，野蛮人跟那个德鲁伊真的是很鬼、欸，真的是超鬼的。可是我觉得，其实野蛮人被砍那么多有点小 QQ， 因为我记得野蛮人前期可是都蛮累的嘛，那到后期有装才会比较不累。”没有、啊、火法从来没动过，只有动雷法。这版亲儿子德鲁伊没有，你要知道，对暴雪来说、嗯，法师都是哦。可是他火法弄成这样，真的是很惨哎、欸。我真的觉得他火法只要有用一个装备，一个传奇装备词缀，应该就会起飞。可是你要想，德鲁伊就只有熊德啊。没有吧？那个地震那个不是还？那个也是熊德吗？那是熊德啊！就是那个、哦，那就是熊德哦。哦，不是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个吗？嗯，对啊。他一群为了XP全部都玩德鲁伊，他们不是为了XP吧？认真，这是怎样？这不死不了？他怎么血回了？对啊，他是在里面不能打我们。哎、欸，对、欸，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才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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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今天能不能把双洞升到15等。你应该有放双洞这个雕纹吧？双洞在哪？没有啊，就那个雕纹啊，你放那个有个叫双洞的、啊，蓝色还是黄的？黄的。双洞，还是你是放别的？哎、欸，在这，然后要抑制哦，对吧、啊？啊，所以不然你是放什么、啊？参考一下。啊，我是放，我现在才要放那个叫啥？东岭。东岭。对啊。我好像没有哦哦，我看到了。范围内的冰寒跟伤害减免特性加15%。哦。每当你对敌人造成的冰寒效果时，造成的冰寒伤害提高3%，持续10秒，最多提升15%。
哦，双洞这个其实有额外加成是偏向生存的。那冻结脱离直接对我伤害降低13%这样。嗯，啊，我另外一个是毁灭啦，因为想说核心技能，呵呵，只是这个我就要撑暴击了，就比较麻烦。我那天暴狼打，那天打，应该说今天打了一场那个军团，四只熊的，然后打一个就是那个像塔的东西，打半天打不掉欸，真的假的？对，四只在围着一个塔打，我觉得他会不会装备没？他们的装备刚好都没起来，因为我看过有一个啪两下就死了。对啊，我不知道欸，因为一个72，一个68吧。嗯，哇，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熊欸。结果我想到因为打很快，欸，没有欸。没有，现在就是路上就德鲁伊野蛮人都很多啊，然后法师啊，法师是再来的，法师就是兵法嘛，然后侠盗跟那个死灵都很可怜，几乎没有，超可怜。没错，今天是版权，所以没有要留档，不留了。德鲁伊本来衣服不是都是偏露吗？哎，感谢加藤优衣的十小时点，你看我的造型，超级兵法。看我要开啥。哇，你挑装备都挑那么快的哦？不是，我没有装备可以换，你知道吗？刚刚刷到一轮都不行啊。那你现在在挑磁雕是挑什么呢？没有，我现在主要是我要有一个那个单手的法杖，然后至少每秒伤害它上面那个单。不，你要看的是那个核心技能，你主要是核心技能。就也没有啊。哦，就没有，你知道吗？就是，不管迟醉还是那每秒伤害都没达标，你知道吗？哦，那你只看法杖，其他都不看了，是不是？其他也有看啦，可是其他的我就觉得现在的比较好。哦，因为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很多都是那个啊，就是都有冻结受伤啊，冻结冰霜技能啊。哇，那你看很快。对啊。古毛那就，可是大家好像大家对死灵的大多印象都是想要玩召唤啊，可是玩到后来就发现召唤好像玩不太起来，大家就直接没了。反正封测谁玩，大家玩什么就砍掉那个啊。对啊，很 Q 欸，很 QQ 欸，啊。那时候才说你们尽量玩啊，拿公测一定砍，一定砍爆。对，跟斗阵一样，啊，我觉得下一次古毛应该就被砍了吧。虽然玩的人不多，可是如果真的一秒一发1000万的话，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我靠，现在每个都是古毛不是吗？对啊。就很少玩到最后面，基本上很少会是骷髅大军流。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欸，骷髅大军是他的特色，欸，结果就这样没了，好可惜。握手成交。有个毒素闪避的词缀是我们自己的，然后下面有个怪物毒素伤害，就代表他们直接抵消了嘛。直接抵消。哎，感谢高高2个月。哎，麻衣是玩什么职业啊？麻衣，嗯，啊，这里哦，感觉要绕好大圈哦。穿这里好。新装兵衣部那是什么东西？请问那个是称号还是职业？还是对他就是玩兵法吧？我猜的。新装兵衣部，欸，新装哎，欸，我是问这个意思。啊，你是新装人吗？你看认识你那么久，我第一次知道你是新装人，欸，可是根本不是。你原本是新装皮卡丘，变成小火龙，现在变异兵衣部。
为什么是皮卡丘跟小火龙？我怎么不是雷伊布跟火伊布？对啊，为什么你都讲伊布了？你这样子偏心、喔，独爱冰伊布。对啊，伤害，冰霜。哎呦，卡住了，白痴啊！拼。你知道水伊布吗？不，这游戏没有水，不能玩水。对耶，火伊布跟雷伊布可能都以前到现在好像都没有水属性伤害，他们好像都是用冰哦。对啊，没办法。到了，好。我闯我自己门干嘛，北青？你先打，闯你自己耶，好狠哦、喔，好狠哦、喔，直接没朋友哎。没水但有血，没错。可是这游戏暗黑好像没有血魔法，好像都只能给坏人用的，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能用 血魔法。不补安。还是你直接当闪电鸟、火焰鸟跟机动鸟就好了。哎、欸，对啊，其实好像可以哦、喔。对啊，来了，我来了。我其实很讨厌这只大蛇蛇、欸，我觉得超烦。哦，它不是咬下去很痛吗？对啊。哎呀，这一关是不是我要吃抗毒的了？嗯哎、欸，对我也可以吃哎、欸，看一下抗毒抗，看我只有弱效抗毒哎、欸，我也是弱效啊，我开箱子开到的，讨厌石化，石化也是蛮烦的，真的。我觉得会控场的都很讨厌，这样会不会太贪心？我要冰箱哦，很痛啊，我蛇没了那怎么那么电啊，完全进不去耶、欸、超级惨耶、欸，奇怪，说你后面等级都这么高啦，什么东西？就八十八，这个地层34等啊，打不到，完了完了，我不知道轮流回去补水啊，我先回去补水一下，你撑一下，奇怪，死灵邪物都倾向直接被攻击上。哦，我好像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招。五个水很快哈、哦。你要回去补水吗？不用啊，地上捡就有了。真假？我刚刚喝到地上捡完也不够哎、欸，笑死！又是贪婪。哎呀，他是听到我们想很缺游戏币，所以疯狂给钱。给的钱也不多啊，很少啊。来隔壁。啊，滴滴的，捡滴滴的。嗯。这救完会不会又在冒？又来了。认真被喂一顿抹茶了吗？怎样？哦，
嘛？好刺激，好刺激，好刺激！你被喂一大堆抹茶，抹茶喝了。我来找你喝抹茶了。那你要找这只蛇啊，才能跟你喝抹茶。不是啊，不是啊，抹茶来了。哎呀！其实它好像不是，应该要讲一个比较贴切，青草那种，那个蔬菜汁青草，青草汁。哎呦！不行，后面有个那个是哪一只在那边给那个抗伤那个什么伤害抗性的，应该掉了，掉了，不然硬的跟鬼一样哎、欸。哦，嗯，锁甲坐骑护具，哎、欸，捡，好好，还是世界掉落，真假？不知道啊，哇、哦，好多钱、哦！好威！哎、欸，我那时候拿到那个鹿角的，我就很开心了。刚发现我有，嗯，哇、哦，好多只！哦，哎、欸、哎、欸，我伸到前面干嘛？头部有盾就按。太害怕了！有暗器看到了！哦！超痛！不要咬！不要咬！不要！不要 ！No no no！ 不要咬！不准咬！还敢咬？没人可以打我的咬咬，只有我跟咬咬。好久了，好老了。我跟你说，就算现在有人在玩炉石，搞不好也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卡。这个我大概是谁？对吧、啊？这个卡片真的是超久以前的。对啊，都在致敬。对吧、啊？年代感。啊，瑶瑶。啊，那个时候炉石真的也是刚出的时候，也是玩得很疯，很开心。以前就是那个有一个超级快攻法师流，我扯一天没睡，可是我也没一直在玩这个啊。你也是有玩别的、欸？对啊，那昨天半夜是因为被蔡大抓去玩那个麦块。你说永未生存？对啊，说2020出了、啊、那个樱花版本的，对啊。然后他前一个版本没有参与到，没有玩到。嗯，对啊。AD 零 ，ADO。昨天突然关台，没有，昨天服务器就不给我开啊，太坏。昨天是前，还昨天前还前天不是 Twitch 爆炸吗？啊，我是昨天突然就是出现一个人物爆头之后就开不了了。人物爆头是吗？就人那个 Twitch 不是断线还是怎样，会一个人在爆头吗？哦，我听成另外一个爆头，想说这个惊悚是不是？对啊，想说也太惊悚了吧？有人爆头了，难怪被，对啊，难怪害怕、欸，对啊。大前天炸掉，可是大前天那一次，我的观看没事哎、欸，我有事，我是最先出事的，啊，后面回来了之后换你们出事，然后你就整个就坐收啊，我就起飞避难区。嗯，啊！救命！救命！救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请喝抹茶。白痴哦 ，AD 哦 ，OK， 长得有点像，确实。你也听错，我也是爆头、欸。对啊，我想说爆头也太惊悚了吧？什么鬼啦？哇！极限，把能按的全部按一按。讲到 ADO， 现在就在播 ADO， 笑死
抽奖啊！谢谢马同学。随机播歌啊，随机播歌。哎，原来是你在坏坏啊！没水了，我有了。结界，我就在想啊，这游戏啊，如果萤幕越大，是不是越有优势啊？还是其实也没有？没有吧？哦，没有嘛。我想说，萤幕越大，就更容易看到更上面。没有啊？你是说解析度那个啊？对啊，解析度越大，不是范围可以看越大？你说跟 low 那个一样吗？从温泉那是真的有啊，有啊有啊，对啊，可以从温泉看到一塔。对啊啊，就好像有优势哎，可以点到比较远的地方。超宽萤幕会有差，那会不会有人是 POE 玩家，或是这个 D4 玩家直接换一个超长萤幕玩？好的啦，这次真的很鬼欸。好的啦，啊，我要受不了了，琉璃早安。动不掉啊！看过有用超宽曲面萤幕哦，我想换曲面萤幕啊，我要死了！啊，心里好大口。对。是有想要换曲面萤幕吧？感觉之后可以研究一下。点歌哎、欸，给大家点好。谢次次的一个月。哇！哇哦！哦，还没要修，不要再咬了。哎呦！好烦哦！不要再晕了，一直晕。哎，要输啊？不是啊吗？没有，差一点。我还没准备好。啊、哦，那边有只大哦，好，我要没水，我死了，没水呢。你没有水，你不回家？你复活起来我就满了。哦，对。这游戏的好处之一，哎、欸，下季我们继续看到我上线啊？不知道哎、欸，再说吧。我需要时间准备。我一切都是看那时候有没有游戏玩。哎、欸，他吸了。哦，没事没事没事，没有没有没有。大西郎说啥？
哦，没事。哦，又是大只的，很烦呐、啊。红炮结冻，按你加死。啊！哭啊！你也是蛮敢的。很难。你也是很敢呢、欸。我很敢啊。场第一。Number one， 我还没准备好。这也不能怪我，我也不想死啊！他就一直哭，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还没准备好。这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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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想出来透透气啊，我亏的啦。咦，后面那么多都是电的啊？对啊，没有，是刚好我开的图是电。哎、欸，其实你知道吗？我这个有在想过说要不要搭火球术的附魔。嗯，都爆、哦。可是后来发现，其实冰也有类似的，好像就也不太需要。我就是一个人插就好了。对呀、啊。哎、嗯欸，我们往前走。哎、欸，问你们哦，你们会听音乐的时候，你们会去找那个什么 low？ 哎、欸，那叫 lofi 吗？就那个一直有人在看书的那个。哦，咳咳有些歌我会、欸，有些不会、欸。嗯，就你们平常会去挂那种直播，然后边听边做事吗？哦，不会。我自己之前是有挂过几次，但是我不是挂番薯女孩，我是挂。有一个就是专门是不是啦，专、oh. 门 for 那个就是什么咖啡厅那种的，对啊，那个我才会看，对那种的我会挂。那可能，那我觉得可能刚好是我们的，就是刚好我们这一批这群就不太会挂，看好多人都不是。哎、欸，感谢优一镇定，感谢 V 的一百小鸡点。单曲循环，哎、欸，我之前单曲循环都在循环怪物、欸，哎。不知道什么，那天那阵子突然很喜欢听。嗯，哎，有坏坏，嗯，有坏坏，哎，坏坏，好痛！哈哈买 Prime， 所以直接进音乐时间。哎，我把坏坏杀了，我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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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自由、哦，我要出怪物的 cover 了吗？你要哈哦，我只会啊。没了啊！不会唱。我发现他的歌不知道什么都很喜欢啊哎、欸、啊，已经超多首都是啊嘞。对啊，群青也是嘛，怪物也是啊，还有什么、啊？我想想，没了吧？哎呦！啊！哈哈。那个什么夜的有吗？对啊，这个有吗？没有吧？好像没有。对，听起来蛮怀念，笑死。要，如果真的要先出 cover， 我要出那个奇奇怪怪的 cover， 这样比较符合我的 style。那鸡鸡攻击之类的吗？哈？哦，你说 Chicken Attack？ 我想现在这个应该不知道没几个人知道，你知道吗？不会吧，今年而已耶。
可是那个很久嘞、欸。鸡狗猪鼠牛虎虎七年而已、欸，哎，七年够久了啦。他们现在只要超过一年都是老歌了，你知道吗？哎、欸，没有，超过半年就是老歌了。哪有 Lady Go 还很红啊？是啊，可是也算他们，哦、他很红是一回事，那也是老歌啦。是啊。也是喽。啊！要收鬼！啊，怎么还来？木虎，你打那个我其实看不太懂，我不会看日文，哈哈。哎、欸，没水了，没水了，喝止，没水了啦，好了啦，好了啦，那、哦、我回家补水了。OK， 哎、欸，咬不到，可是一级车车啊，要二级才有用啊。什么东西？那个啊，列车贴图，贴图一级有啊，可是一级就那几个啊。对啊，阿叔现在要的话，如果要新的要二级，要如果要别的要就要高级一点。高级车，他其实车车现在有改过，你知道吗？以前我记得不是最高只能五级、啊，然后现在就是可以无上限。经典歌曲怀旧，哇塞！啊、谢谢小伟的十分镇定。哎，我慢慢找水喝哈，水在哪边？我、嗯哦、隔壁耶。你知道那天才看到有一个贴文是说，你以为的十年前的迪士尼卡，迪士尼的那个动画，然后呢，他是贴那个就是超久以前那种什么阿拉丁啊、小美人鱼那种，然后说事实上现在的十年前迪士尼的动画直接是《冰雪奇缘》一代，对吧、啊？很恐怖哎、欸，其实很恐怖哎、欸，好可怕、喔。虽然这个已经是万年老梗老话题了，但是还是得讲一下，真的好可怕、喔，真的好可怕哦、喔！就是时间这个流逝真的是很恐怖。看我们做实况已经十年了，哎、欸，我还没啦，哦，我好像八年还九年，快了，快啦，我应该说我九年啦，我明年2024就是十年了，2024的十月、哦，因为我是2014的十月出来，什么鬼啦？还要选四张，还没准备好。寒假在宿舍看的，我好像是，哎、欸，对，我毕业学院是怎么看的、啊？我忘记了、欸，我忘了。没有，之后2024就真的可以说是十年团粉。可是在场应该还感觉好像没有吧？哎、欸，没有，有，在场有，还有呀。你要知道，我们认识七八年，对啊。以前都觉得认识五年以上都很鬼了，现在七八年的要求。欢迎和谁玩团团？李贺。啊，无好无好，没事。对，无好，没死飘飘。喵，他记性真的很好，什么钓竿把你弄死，超级揪一起。感谢。谢棉被猫，不，无名，啊，叫错了。哎，感谢无名的镇定，嘎，细飘飘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分镇定，谢谢。记仇记一辈子，真的。哇，这样是几阶贴图啊？盲猜三阶，哎呦，要死。三级、啊，准备六阶。六阶的话，那就是一到五随机了吧？主要是先以五级为主。啊，应该吧？对，摇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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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摇你，你超落后，哎，痛！你怎么可以让我痛？哎呀，你要问他、啊。哎，当时没太多，哎，不行，我操！你付啦！猜拳！好，剪刀石头布，石头。赢的还是输的？当然是输的。好。
剪刀石头布石头，石头剪刀石头布刀石头。好，你输了。要坐庄了。哦，对耶，难怪你不想付。对耶，有修装这个问题耶，好贵耶。对耶，对耶，我觉得好贵耶啊。阿波明年不还不是？阿波要后年才可能是吧？你说十年老牌牌子，哎，好痛！为什么？那个闪电很痛。我知道闪电很痛，但太痛了吧？刚刚画面有点出去了。不是，我刚刚跟反应这样猜拳，还可以猜，我觉得蛮猛的。因为正常来讲都会延迟，然后就变成是有人可以先知道你讲什么。好，你慢出。啊，好猛哦！你要跟你玩打五。啊！要数喽！闪电超随机的，啊，终于死了。有个白痴。哎，感谢火鼠的十分阵地。六阶贴图擦一张就满了，太猛了吧！大地狱斩，绿界不行啊！绿界不是夫妻的，绿界是第三方哦，对，第三方的，啊、第三方阵营，还没准备。哎呦！哇！我打破上次记录了，谢谢大家，你们好棒。水哟！哎、欸，哦，我们可以去前面了啦，这边绕回去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不是讲说好啦，不然等一下修装我出的意思是这个吗？哦，今天不是有聊一次，我说哎哈，那等一下修装我出。有，我懂了。弹性有点爆，我调太大声了，呵呵，有点爆，这样没有，我把你声音调太那个太大声，那就是要怪怪啊，怪怪物吓我，白痴哦，什么叠字字是不是怪怪的？不要再叠字字了啦，嗯，还有熊猫团团团，我本来就是叠字啊，不用再叠了，啊。有啦，我调了，你们再看看。因为刚刚前面 first 声音比较小，还没准备，所以我刚小声。嗨，团团。哎呦，哎呦。啊，团团，熊猫。哎呦，团团。白痴要死了啦！哦，要死掉了。顶起来啊！繁星用这个音量反而刚好。你说现在吗？你说没有啊？现在我把它调小声嘞。我让它耳朵很痒。不过我还好，其实，嗯，我还是很小，等一下调，这个先打完。还是很小，很的声音呢、啊？声音还是很小声，还是年纪？调一下。哎呀！因为平常我都会乱叫，我今天没有乱叫。对，今天是我乱叫。对，今天是繁星在乱叫，我没乱叫。欸、你72哎、欸，对啊，70等了，可是装备完全跟不上。没错、哦。啊，好了啦。我觉得我优先可能要看我的鞋子，鞋子感觉真的不太行。虽然它可以让我顺三级，我、哦、鞋子是长独特的啦。我也是想要独特的、啊，我没刷到、啊。哦，对吧、啊？哎、欸，再也不知道放什么哎、欸。嗯，我的激动会变很大，大到受不了。没有，我今天应该不会激动吧？激动，呵呵。感谢无名再镇定，一二三四。我从哪边去？十份订阅，哎，
白痴，我把我的麦克风弄不见了。第二次看到这么高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第二次哦，啊，第一次是在姐姐那边看到，是不是？我也很想他。哦，吓死我了。嗯，好，我把我自己调100%，我想100%，看看可不可以吧。我已经调了。咦，现在如何啊？咦，看到了没？他们才是大佬。说啥？优一，你只是在休息。你一出手可是吓死人的哎、欸！咦，音乐变大了，调小声一点点，就这样了。啊，身上的妆来看一下。感谢雪奶的订阅，我记得上次有个爸爸床爸爸，就他。是他交易完成，就是这个加藤优一啊，在我那时候玩极限模式的时候，狂砸我，砸到我吓到，砸到坏掉。同意成交。真名字不行哎、欸，刷一轮现在烂东西。都是烂东西，不及护甲，受不了，拆掉。好，给我吧。就是那个加藤优一。感谢杰克的100小起点，还有谁？感谢阿亮100小起点，感谢雪莉100小起点，感谢乌伊的1000小起点，感谢迪恩的100小起点，感谢乌伊的1000小起点，感谢大鱼100小起点。有没有要上车？快点，隔壁这边有车哦。感谢火有车，快上，蹭贴图喽。对哦，快哦，还1分半哦。贴图蹭起来。你们隔壁的有没有要来那边蹭一下？啊，蹭个贴图，难得这么高，蹭爆！噔噔噔噔噔噔噔，看一下哦。好像那边比较好的，我再做。嘿，感谢明明，哎，分你给阿阳。感谢镇定，在20镇定会到死吗？不知道哎、欸，因为他不是无上限吗？我记得他现在已经无上限了、啊。我之前看到有到27的，嗯，就是有一个人在那个台币那边扔了300分订阅。哦，我的天啊！我会玩到坏掉啊！等下皮坏掉，等下皮又被你弄坏掉。嗨，铲铲，感谢 V 的500，感谢高高的100，感谢无名的100，感谢活死的100。27是什么？就是。有大干爹啊！哎、欸，好像不止300份订阅，那时候好像是多少？好狠哦，700吧。对啊，然后他那时候被砸好像5分钟还没有砸完，砸烂，这些都烂东西，我拆掉。他们是大大，没有拿枪来打。那边是台中。开台中哦，这好像可以哦，看到一个好像还行。他们在打我鸡鸡，听起来很奇怪。别手，
我们来打我的鸡鸡。哪个 V 哦？超大台，忘记是谁了。我那时候是被揪过去的，然后我没有去点订阅。是 YT 吗？应该不是吧？是 Twitch 吧？福奇呀，对啊，应该是。然后那时候是在加班台吧，就狂丢，啾啾啾啾啾，对吧、啊？那时候好像是去年的事情了。来，月林安安，感谢月林100小1000小气点。哎，你说一百，少个零啊，来了。好，可来。好，我看一下有没有军团，有没有事件？好，没有。哎，军团的经验真的。对不对？就是跳一个，虽然他掉的东西真的是，就去那边，你看几分钟就一大个，可是掉的东西真的就还好，很普通。对啊，等我哪天，我看成大中天哪，等我哪天大乐透中，哎，大乐透啊，哎，可以，啊，怎么又是这个词哦？可恶，我刚刚只看到他有冰霜伤害，我就选了。嗯，他是什么狼奔地哦？他吃什么？对吧、啊？嗯，吃什么药水呢？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不要再打了。对，还没吃药水。对，我忘记了。不要再打了。我忘记了，来不及了，这个要先打完了。这个要先打完，这个要先打完，这个来不及了。哎、啊，我忘记啦。哎，好好好，要死了，要死了，我要先冰起来。还在打吗？好。对啊，也在打。哦，白痴哦。我们也不能待定点太久哎、欸。我先帮你看。哎、欸，他进。好，那我和我有没有那个打动物药水啊？有，记得有土兽灵药，它是红色罐子的。哦，有哎、欸，土兽。土人那么凶哦。土人是打那个啊？我知道啊，也叫土。啊！被冰啦！哇！火魔救我，哎、欸，火盾救我一命，凶巴巴！哪有乱讲？还没准备好。妖徐慧。注意有猪，注意有猪，注意有猪。那是注意，是蛮牛，这是蛮牛。南部有猪要撞人了。这是蛮牛。妖徐。哎呀。哎呀，一二三，哎，两只的。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我觉得怪怪的哦，又吸血又护盾的。啊，没有，这奥德后裔好像就都是这样哎、欸。哎、哦啊，白痴是不是啊？那个风怒啊？为什么是一只鸡？你死了是不是？真的是在哭。我得到一个好像比战的鸡，对对对，这个。起来吧，我的女士。讲反了。biu biu， 这两个字是怎样啊？有人在祭坛，你来摸一下。好好好，我过不去，我被他的柱柱卡住了。哦，你到底有没有摸到啊？哦，有。还没准备好。那个柱柱可以再过分一点，没关系啦。啊！哎，柱柱猛进！哦，我受不了了，现在是没有回血啦。哦，他白痴哦，有啦。
我看看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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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哦。绿区镇定会卡一千是什么意思啊？是只说一次只能送一千是不是？我死了。好啦，我换我付啦，换我付啦。可是我死在里面的，很里面的、啊。那好像应该是要你付吼，来不及了，我按了。啊，你只能冲进来冰那个冰霜星星救我了。冰霜星星的时候可以救你吗？可以啊，冻结啊，冻结他们的时候啊。哎、他 boss 应该是可以冰吧？ 我变冰箱的时候，你可以救你啊。冰霜星星不是冰箱哦。我没有那個，按错了，你是紧张了。哎、欸，可以，我按可以，解除，解除，等等等等等等等。好好好。哦吼！插过会被卡，下个月再来哦。啊，还有这样子的哦，我好意外哦，居然会有设上限，蛮意外的。要死了！哎、欸，又卡！哎、欸、哎、欸，你死掉了啊！我好好，我在路口啊！完了，这个本我好像打不过哎、欸，那个黄队，那个对啊，又看到这个跳过。我知道 YT 好像一天只能丢三个七千五，是不是啊？有意思吗？我记得好像是吧，不是吗？还是记错？那时候在听他们讲。所以有些人就是会开一号机、二号机，然后开到七号机啊。那个时候就是 V2 刚出来的时候，就有看到有个大大，他开了七号机，很猛啊！一天七千五，一周两个，好像很懂。啊不！哇，他拍我一下，直接吸我呀，吸完嘞，这好痛苦哦。好狠！真假？真假？可以啦。打不到。哎呀！很怕，很怕，很怕！他干嘛？他干嘛？他伸手都怕。需要时间准备。哎呦！冰！哎呦呦呦呦呦！他伸手真的很恐怖，哎呀，猪！哎、啊，来追我啦！白痴哦、喔，蛮牛兽。哎、欸，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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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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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需要时间准备。等下，等下，等下一波，他应该发什么时候可以冰、欸？哎，来，来冰！哎、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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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这样子玩，是不是？哦，好痛苦哦。痛苦死了！有了，哎，什么怪游戏？没事，我们玩成怪游戏不一样。哎呦！又二合，你也被感染了是不是？我每次都去那边换这个啊。又二合，哎呦！哎、欸，我现在那个蛮牛兽冲撞我还是没办法扛一下、欸，哎，扛不了、欸，好难。伤害真的太高了，年底算到才发现，一年至少花了三十万在抖内订阅，好狠哦、喔！
可是有一些大大是一个月，对啊，好希望能成为那种人、喔，真的很狠、欸，好希望能成为能给人钱幸福的人哦、喔。我今天去超商取货，店员竟然让我自己去柜子拿、欸，哎。他是很信任你哎，还是他只是很懒啊？不是他，我就是报号码、报电话嘛。然后他跟我讲说你是什么几号柜的，然后就很认真跟我解释说我要怎么取货什么之类的。我说好奇怪哦，你是去超商吗？对，是超商，我不是什么虾皮电到店之类的，我是超商。烦死了，好。现在都自己取吗？我这边的还都不是自己取。我这边只有那一间店是这样子。对啊，真假？那要自己拿。那就是我们这边的他可能是加盟还没有改过来。我们这边现在也都还是店员拿，虽然他的柜子都放外面没错。假，原来 Seven Eleven 都这样很久了，那就是我们那边的都还没有改。我倒是有觉得有一个东西还不错啦，就是现在的邮局有那个 I， 哎、欸，那叫什么 I 邮局吗？就是。你人家用邮寄包裹给你，你不在家的时候，他就直接帮你投那个地方，然后你就是你直接去那个地方，直接按输入号码，就直接自己拿那个货走。我觉得超赞，爱邮箱对超赞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应该要广为是就是你要当宣传大使吗？你死在哪、啊？你死在那个树底下，我输。树葬了，我还没准备好。你成为他的肥料养分了。对，对啊，我真的觉得那个很赞，就是最好每个巷口都有都有一台，这样子你就不用一定要在那边，就是常常会有个烦恼，就是你要上班，然后别人寄东西给你，然后你白天就不在家，根本拿不到。然后到最后你就只能去那个熊猫之前是要去，我来啦，来了来了。这好像就只能去那个什么，就是专门放仓库的，就是货物仓库那边的邮局的。哎呀呀呀呀呀！他回血了，这个贱人，他刚是你弟，他刚卖你血。我懂。啊，剩他刚刚的计划，顶起来啊！射。成本太高，使用率太低会亏钱。可是如果大家都习惯的话，其实。应该就还好，而且要看你那个巷口的房子住的人总共多少。现在其实一个巷口其实住的人其实都还算蛮多的，对啊，就因为密度啦，密度问题。除非你都是透天，一个人一间一户，那个可能就比较违和。哎、欸，飘过去，飘过去，不用担心买色色东西被家人拆包了。家人会拆你的包裹、喔，真假？你们都。會嗎很多都会哦、喔，我家人也都会开信，我说哎、欸，你有我的信呢、欸，然后说帮你看一下，你真的要交多少钱、欸？我说那也是我要看的吧？你看什么？你知道我们家是都不会啦，然后、啊、但是就会常常就是可能家里有收到我的信，然后他自己刚好因为家人就也在忙，所以他也忘记跟我讲说哎、欸、有我的信哦、喔，然后就变成他也不会帮我，因为他本来就不会帮我拆，他就觉得说自己的信。然后别人那个信就放一堆放很久，然后呢就没拆。我有一次这样，然后差点缴费过期，我就超好笑了。不会看领了就丢了，忘记讲，就跟我有点像啊，跟我们家有点像。先把小怪打掉好了，哇，那好烦。可是我这时候该点火蛇图腾，不是火蛇图腾、啊，多头蛇，多头蛇就很开心。可是我没有火的那些天赋哎，一猫，我是都还留着啦，但是我不想换回来了，算了吧，我也没钱换。哎、欸，好，他要拍你，他要拍你。哎、欸，准备啊，哎、欸、，no， 哎、欸，没有用，没有用，再一次，哎、欸，没有没有，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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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点你的草，你没有星星哦，我没有。哦，我是暴风雪。我看你以前也是点暴风雪啊，但是你换。哦，那是那个
我差点讲初配，那是封测的时候。可是我之前有看到，啊、还是那是别人。我看到，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一起玩的时候有看到有。我封测有点啊，那时候蛮好玩的。没有，因为我想说暴风雪有那个啊，放了之后核心技能少对对对对少少十趴好消耗。没有，暴风雪是时间到它自动放出来。没有啊，我现在有一个，哦，你是说核心技能少十趴？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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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看一下，欸，你小心。有我在看。有啦，你看那个天赋最后面有作用的暴风雪时，核心技能法力消耗降低10%，在后面一点分支。我就是想说要点那个，我才用暴风雪。我知道我看到暴风雪流派啊，只是现在比较多的还是机关枪流派。对啊。哦，闪电暴风狼，闪电狼，闪电狼。哎呦，像机剑取会有个好处，像他收剑机剑的信，你可以随便乱填。哦，真假？好，终于可以。假。妈，上次有个啊，有个，是喽。对啊。有干爹，根本给我乱取名字。真假？对啊，说什么教主大帅哥的，教主大帅哥。他说，然后店员就说：“你们可以不要每次用这种名字吗？真的很困扰人欸。”我说：“我有讲过不要这种名字。”可是你那个不是哀友香啊？对啊，不是哀友香。其实以超商取货来说，他这样子他是可以不用给你，他没办法给你。其实照理说，因为他要对那个啊，啊因为你没有付钱的话，要对证件啊。对啊，啊你证件就不是这个名字，他就是不能给你。哎。啊、所以就真的给他，所以难怪店员会说他很困扰。对啊。哦，碎碎碎碎碎！我开枪，开枪，开枪！好喽，我们现在可以赶快去王冠了。那感觉之后。如果是在台湾要寄东西的话，感觉就是用 i 邮箱就好了，方便欸，我就可以直接不用打我的本名。虽然你们好像大概，我们都懂。之前寄回馈其实都已经知道了，没办法、啊，那个一定得填，不然没办法寄。啊！没了没了没了，吉娃娃走，吉娃娃走了，吉娃娃。啊！哇，这样玩一玩，可不可以用手把玩 low 啊？感觉很强哎！感觉那个不一样哦，不一样哦，不行啊！我要当暗黑左翼怪。没有，我自己也自爆过好几次啊！那个手机在出卖我，那我也是没办法。哎呦呀！这条路也太艰辛了，那么长。哦，又是这个，我真的很讨厌这个跟那个乌拉圈，这两个我真的是很不喜欢。哦。哎呦！
你的那个冰剑是飞超慢，对啊。好烦哦，时间过好快哦，好烦哦。我刚刚在那边想，发现不对耶。我时间过好快。没有，我只是刚刚因为前面有讲到嘛，然后我刚刚自己又打一打，就不是打一打，刚刚就是打一打就很容易会放空嘛，然后就想不对耶，时间过好快，为什么？哎，在找。爱油箱出门玩很方便，寄到邮递没买开，有什么办法？爱油箱寄回去了，实在不错啦。其实推广大使在是你们吧？你问你是教主那个，不是就那时候取货哈？莫那号码电话的号码莫三码嘛，就报完的时候询问贵姓，只是讲我的姓，他说没有这个哎、欸，然后就讲教主大帅哥，我说有证件之类的嘛，这样子真的是不太好收货哎、欸。那说没有，然后后面是看那个啦，就是简讯的那个代号，简讯的也可以证明一下啦，对。對啊，怎么又是狼？只是他们比较希望还是跟证件一样，看证件就好，比较好，比较准。好像错过一些东西，没有啊，我们今天就是瞎聊而已啊。嗯，我们没有特别聊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吧？有吗？应该没有吧？嗯，我们应该没有聊什么重要的事情。重要？是吧？有什么重要的啊？啊，逼出来！那个狼怎么了？为什么晕了？啊，我死了！啊，你失败了吗？没有啊。对，其实一定会失败啊！他要杀五个，我们现在杀第一，杀掉第一个。那你知道剩下的话我杀吗？你那边很危险的。哇，他一下我就死了。哈哈，完了，剩一次了。哦，好紧张哦。可能你要复活，因为你在里面，我不太好救到。好，我复活。欸、NPC 在跟他打 ，NPC 超废哦，给我打个。没，他还在扛，他还在扛。你看，他还在扛。好，那你哎，白痴了，没了没了没了。我来。白痴哦。他不是在卡吗？他自己跑过来是怎样？看一下哦。真假？真假？可以啦，可以啦。他来暴抓你！给你压力喽！白痴！没了吧？打二十几的啦，哦。我觉得我们三十可以啊，是刚刚这个词缀太烂了。哦，应该吧。打太慢了啦。一激动变大。唉。瞬间转换人格，爱油箱给我啊！我没有没有爱油箱啊、哦！不要，邮局离我家超级不顺路，而且我们这边邮局，爱油箱跟邮局不冲突啊！哦，不冲突啊！因为很多地方是只有爱油箱没有邮局啊。好啦，调低啦，调低啦！我想说，刚前面打得过。不是，我发现我们打完一场药水刚好喝完。是啦，是这样没错啦。对啊，可以打低一点的。你都是用做的还是用捡到的？看状况。如果有数值超好的黄装，我会直接和传奇变成。那个精华变成传奇啊！我是说那个啦，那个地牢，地牢我后来都直接先分解掉，然后用做了。哦，好呀，都分解。嗯，
每个游戏有每个游戏一定有爱油箱没错，但是有一些地方是直接额外多设爱油箱啊，像我之前去领货的时候，那个领货的地方就附近没邮局啊，对啊，就是这样。哦，好啦，二六到三十的可以吧？可以。偶尔爽一下嘛，也是啦。对啊，都被他们爽那么久了，看看。赚点修装费用合理吧？看一下现在是多少？我猜巫师人才三十万。你现在都八九百万了，没差吧？这个世界很危险，我能让你安全一点。没差了。我拿太多东西了。哦，十六万而已。坚固耐用的好东西。没有事件啊，到底鞋子哦，好近啊，握手成交，我去倒水。好，有点亏哎，有点亏哎。繁星，我这边有一个金币搜寻量21的，你们要不要？那个加30%而已，真的还好啦，其实。而且你那个是难度级的啊。我们在打难度4的哦，我要打世界4的，你看那个是世界3吧？你4的，哎呦，你怎么会有？没差啦，那个真的钱，你直接打装备卖掉比较多。而且你能打四了吗？哦，白痴哦，我陪你打过哦，我在讲什么？北西北西。啊，敲敲我这类的。就在刚刚，哎，我的念一转了。念，我原本不是说好害怕哦，好害怕，会不会我也变成确诊超人嘛？嗯，我后来觉得好像也不错嘛，现在中一中好像也好了。我已经转念了。就跟长毛吉娃娃一样啊，对，就中了吧，中就给他中吧。因为我刚刚看到我妹在装水，然后她在摸那个水壶，我有没有想说，有没有这么麻烦，还要去拿酒精棒？我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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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就中了，我不管了。中了我下礼拜上班我就请假，反正我这礼拜已经本来就没有那个了，这个月本来就不会有全勤了，不管了。青菜啦，虽然我知道很痛苦，但算了。红柱还是哪一圈？没有，有一些人就是天选之人，可能就是真的是天选之人。哎，繁星后来是有去打疫苗了，是不是？我记得你原本不是不打的。嗯，我打三剂啊。你后来有打，是不是？对啊。可我前两剂没有感觉啊，第三剂才有啊。嗯。你是完全无感哦？前两剂无感啊 ，BNT 吧。哦，你好猛哦。然后第三剂打莫德纳就有感觉了。你一二不是莫德纳？我忘记了欸，哪个比较凶啊？莫德纳最凶啊！哦，那就是前两 BNT 啊 ，BNT 就
相较之下是比较不凶的。三兄妹都中过，你妈也是没事。有一些人就是很屌。千羽之刃是10%吗？我以为。只有2-3%哎、欸，跟抽卡一样。啊、怎么越来越多只？这是怎么回事？哦，被拉走。哎，我跟撞球一样啊。嗯。哦。我这一手又有人改的英文版啊，天哪、啊！是怎样？现在平均家里面就会有一个人没不会中，是不是？对啊，官方英文啊。哦，原来官方有英文版，我以为是改的。这有两只，我先去打。你也只能走这里了。没有、啊，下面还有一坨，我去看一下下面一坨。啊、哦，又是那个环，气死！哦呼！来，这是双鱼版 ，OK。老鼠。呼呼！好毒啊、哦！我喝了4罐水，怎么还都是绿的、啊？确诊了啊！白痴哦、喔，这么快是不是？有没有这么快？染疫猪，这有染疫猪完了。变异猪，对。加全家都没打都没中，现在也是蛮可怜。好酷啊！嗯。没推火毒坑吗？火毒是什么？火毒是什么？去哪？我也不……哎、欸，对我走错边了，白痴。哦，火毒抗，我看你坑的白痴，我没对啊，我都只跌护甲。这一版不是听说，不是这一版抗性太奇怪了，这一版抗性很废啊，所以大家基本上都跌护甲。你抗性他怎么加个50级、60级，结果你实际看他才加2跟3，就是他们还说倒不如堆护甲不是比较好吗？对啊，越早。水喝完了，就是这一代，我觉得是这代比较。你要先回去吗？没有，我是说经验的水喝完了。哦，嗯，哎、欸，对耶，我现在也没有嘞。对啊，因为都已经快结束了，不是吗？啊、还没、嗯，还有一阵子。哇，你知道？没有，我是觉得这一代很神秘，因为正常来说都是要堆抗性的、啊，可是怎么会这一代反而抗性就不重要，超神秘的。
撇除换电脑走 PS5 路线玩滴滴滴滴。你可以问遥感的，用遥感的繁星啊，你觉得遥感用起来哇好用死了，你不用找滑鼠在哪。你看你看你可以这样走 AO 走 AO， 你做不到的东西你可以走 AO， 你看变 A 变 A， 你看我射的比腾还快。鼠剑也是可以啊，但是鼠剑走 A 就很累。对啊，我们可以轻松走 A。我看大家基本上几乎都是对护甲的这样，所以感觉池坠如果是抗性加几趴，感觉那是不是可以洗掉了？对啊，我就洗掉了。对啊。你等一下也看一下，我记得我好像有一些是有加抗性的趴数，我把它洗掉。欸，其实如果真的要一直洗装，其实好像也是得去打地狱浪潮的怪。没错，不然就没有那个 token， 我那 token 好像也快没了。没有错啦，哎呀，打他了！救命，来打我！我的背包满了。哎呦，他跟我讲不幸的消息，我的背包满了。撤撤撤撤撤，拜拜。好，我也要撤。嗯。哎，对，前几天发新了。觉得愉悦，快要可以换配备了。我还没缺过啊。这边再好就我们两个啊，我们两个还没有缺过啊。No， 这边再，但是我是就是我们跟两个啊。哦，对啊，没有，然后就是。可是又同时是，我又同时是其实接触过最多的啊。你就说你很强欸。对啊，我怎么可以接触这么多？游来游走的，游来游去的。对啊，我傻眼了。啊，到底什么时候要给我好一点的单手法杖？我真的要受不了嘞，好痛苦哦。不然你看看你那个啊，古币那边可以抽啊。可是古币抽出来的就只有神圣啊！欸，我可以抽到，我可以抽到那个嘞，远古嘞，对吧，啊？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等级的关系？欸，不对，那我现在有机会嘞，你看看啊，我现在也是等，看一下，好远哦，这个抽的也太远。我不行哎，欸，我还是就只有神圣哎，欸。哦，但是我现在是全部都神圣了，只有护身符跟戒指不是神圣。奇怪哦，喔，抽不到。嗯嗯。你有印象你是几等开始可以抽了吗？七五吧。哦。有机会刷新出，所以只是我比较衰而已，好吧。没有，没有。那好像也没办法。嗯。兽皮与钢铁制作的护具，哎呦喂！近乎全新，它是你的了。哦哟，救命啊，哦！又是呼啦圈，到底是多爱呼啦圈呐，啊？朋友，受不了喽！勇猛的战士，有我能协助的吗？大概就是这样了。还没弄懂刷新机制哦，我也不懂。什么东西刷新机制？那个抽奇物商人的刷新机制啊，什么时候会刷新？哦，嗯，他，欸，他不是左下角会有，还是那个是一般商人？是一般商人吧？嗯，你想说左下角不都有倒数计时？地狱浪潮了是真的不错啊，可是我现在主要是会刷这个，是因为我想要那个雕纹升级啊。
雕文想要先升食物等扩大范围比较好达标。看就是像陷阱，可恶，不是。我按错了，白痴哦。哎、欸，我真的是被养坏、欸。之前跟你们刷的时候，我都是越级打二三十的，是吗？然后现在这个也是，其实我也是越级打，但是突然觉得好像没有很痛，你知道吗？我还没准备好，整个被养坏了。艾苏的凶暴，艾苏的凶暴是什么东西啊？啊，什么东西？我有个法杖是同时获得艾苏的凶暴关键被动技能。我有三个那个东西耶，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啊。我是武器两个，然后鞋子一个。艾苏的凶暴，到。我听起来很色。对啊，找不到艾苏啊。算了，他好像也是双手杖，哎、欸，不对，他是单手、欸，哎，还是把它洗掉。993，他只有993，哎，加的被动数值，哎、欸，他的词缀其他好像真的都还好，嗯。其实这款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朋友没办法带一点，后来发现好像如果是打这种后面的这种副本，其实好像还是有差，对啊，差蛮多的。好吧，这个稍微先留着观望一下。哎、欸，我那点控制的哎、欸，嗯，分配经验值，然后就是控制它的效果是，你对缓速或冰冷的目标造成伤害效果提高10%，嗯，然后昏迷或冻结是10%，嗯，哎、欸，该点这个。有军团，好，去蹭一下。干嘛？挂太多。军团，军团，军团。我想呀，哎、欸，已经开始了。那、啊、赶快过去，哎，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冲吧，团团！我才刚穿过去。你把死亡全收集完了，不见嘞，打完了，这么快哦？好快哦，白痴哦，他们是鬼吧？你不说这样丢水沟，最好烧经验的来源没了。哦，四分钟前打的，哎，请用比较好提醒的好吗？什么提醒？给钱啊！
好像很合理哦。我马上把耳机拿下来跟你感谢。姐。欸，我做了两个26到30，全部都给我30的。嗯，可以啊。OK。这一看就我就觉得是人形，我要先喝人形涂人药水。他的名字我一看就觉得是人。副本怎么那么远？地狱浪潮，嗯，啊，都开了，先打这个好了。那个巅峰点挺耗时间的，轻松玩就好，玩那么累那干嘛？什么意思啊？就是姐最后会送四个巅峰点啊，啊，最多有十个啊。你如果是支线超人，其实应该蛮快的啦。对啊，可是支线超人就蛮累的。或是地层打一打也可以啊。对啊。可是他那个用噩梦地上好像就是那几间而已，对，比较可惜一点了。嗯，等一下，这有个绝望时刻。哦，好远哦。可以进来了，刚才差很多，没办法。什么意思啊？啊，不是啊，有些人没有解伤害是很夸张啊。你说解什么？就是解开那个啊，灯旺啊。要看流派吧，有些流派超吃那个东西的啊。啊，有些就是只要装起来了，就天下无敌。啊，有一些是你有装，然后你也点了那个，但是还是不高，这就比较可怜一点。上班去，加油，爸爸。欸，你是不是伤害有变高啊？嗯，你有变高吗？伤害有变高。我说你啊。有欸。可是我是吃抗毒的。是这样、啊？真的吗？啊。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变高啊，只是我觉得你怎么感觉好像新冠变快啊？你看我们刚开始第一次就刚开台的时候，不是打31，那个也是只差一而已，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要死要活的、啊。不是啊，没遇到精英怪啊。哦，有精英怪了，可以看了。我还没准备好。哦，我要死了。哎，我有火盾。哈哈。差点忘记了。流派变下水道是有理由的，可怜了。现在只剩狂刷地狱了。对啊。其实这游戏到后来玩起来不就是这样吗？在刷而已，他刷到你的妆真的都毕业了，你要嘛换下一只，要嘛就放着。
单手怎么到现在没遇到？哇，嗯，怎么这么远？你说你哦？你说那个躲雷的？哦。哎，雷跑去哪了？哎，我知道。哦，我死了。真假？你好狠哦！然后我一起来我就被晕了，是怎样？棒棒！离你超远。又一个钥匙。回来回来回来哦，哦，哎呦，我们现在还遇到第一个看守者，哎，怎么回事啊？逛了这么多图，现在还遇到第一个。我还没准备好。应该在右下吧，肯定吧。嗯，哦，嗯，讲远古金装先捡再说。哎呦，你是不是赶不过来？我有哦，刚好无敌耶！怎么这么刚好？你去右边看看。我用冰箱挡伤害，笑死！啊，我好像要不行了，火遁出来吧！
要来控我了。哇，你那边有四件哦，真假？嗯。嘿，哇，极限进来，差点死翘翘。单手照，不要再给我法子了，不要再给我法器，我要受不 了。其实繁星这样子，你最近玩这个也是玩超凶的，还蛮凶的啊，等级超高哎，还好哎，我没有很积极的练哎。哈，你这样没有叫都没整积极练了。我在刷装而已啊，没有练的。我真的要练等的话，会刷另外一张图啊。好，我是完全都没有在挑图了。哦，就打蜘蛛洞啊，前天跟你们一起玩的那时候啊。嗯。和地下很毒，然后我们一直在睡觉。一直在躺。我都是看到有图就打，没有去看哪张图比较好。惊心动魄浓浓 game 都已经变成是听歌放空台。线机关枪，不行，我要把宝石丢掉，宝石太多了。玩最后一场了。嗯，啊，应该等一下直接昏倒了吧？你等一下休息啊？对啊，好啊，辛苦你啦！那还说啥呢？玩得那么快乐，你是没睡？我要把死小孩。有吸血，哎，小心。哎、欸，那这样你作息就可以调回来了。没有哎、欸。老实讲，还打，打不到。等下去睡没办法调回来吗？我以为你等下去睡可以调得回来。那也是一天而已啊。那你就是接下来就遵守就没事了。哎，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好了之后，你又要继续熬爆，是不是？不是，就只有睡这一次而已啊。哦，不像你。说减肥，那、啊、你就饿很多天，只吃一餐，不可能啊！是的，对，请不要节食减肥啊，没营养。节食减肥越减越肥哦。对啊，没营养。过来人，哎、欸，这也不算过来人演啊，就是，哎，就是明显感受到，不用一定要节食减。对，虽然它是最速成啊，它是最速成。勇士之末经验不错啊，我就在打那边呢、啊。嗯。可是我啊，你这几天都没跟台，很难跟你解释哎、欸。说谁？我们观众呢？我在昨天之前，我的血量只有2000而已。不是啊，你后来你都把装全部刷到有加生命的，不是吗？我很努力在刷装备而已啊。嗯，先把装搞好吧，也不错啊。对啊，我现在才敢一个人，是一个人啊，就是就难度是在打那个啊，地狱浪潮，血腥浪潮啊。关键是说，
用地狱三来打个浪潮的碎片，再换到地狱十去换就好了。可以吗？可以啊。哈？居然？嗯，哎、我以为他们是为了这个共用的、欸。哦。他因为我电脑就没，我也讲了嘛，我只要换画面还是怎样会卡，所以我就索性都不换了。哎、欸，你好强哦！你居然发现到这个方式。我以为他的浪潮的碎片是分开的。没事没事没事。因为我有更屌的操作，就是我准备快死了，啊水又快喝完了，我就直接就是赶快走到边境。然后刚好就在死掉的那一个那个东西的时候，刚好在边境旁边，所以我不在浪潮里面死掉，我在外面死掉，所以没有掉。你很猛欸。然后就发现说，那该不会世界三也可以的吧？居然这样也可以被你发现到。那好像是那时候什么世界三的时候，去玩浪潮都发现。蜈蚣爬在你身上也太恶了吧？你说我、啊、没有啦，就有人啦、啊、有人、啊哦、我之前也有啊，很噁欸，不行欸，受不了欸。嗯，当你被爬过之后就，我被蟑螂爬过，我都已经要不行了，你知道吗？而且还是在我睡觉时，他就爬上来，我想用脚痒痒的抓一下，后来还是痒痒的，一看，要羞哦。喜欢都可以看哦。嗯，你回家了。不加了，满了。哦，讲我了、哦？不是啊，因为现在我这只啊，我死了。等你回来。好，抱歉了。没事。每日拳，哎、欸、，Switch 的拳击是不是真的很累啊？我没有买，我不知道。不是，还是你也没买？我没有。因为我听别人讲，真的拳拳到位，其实真的超累。又是双手。很奇特的东西，但能为我的商品加点花样。买意想不到的东西准没错。蟑螂、蓝牙选哪个都不要。睡醒会帮你吃蟑螂哎、欸，没有啊，就不要爬我身上嘛。他在那边好好的没事啊，他不要爬在我身上就好。哦、也是，对啊。然后来、啊、睡醒有蛇爬在肚子上也太恐怖了吧？欸，蛇的话就没办法嘞，不常遇到蛇，我没有什么抓蛇经验，我也没有抓蛇经验，也不要吧，怕。我看一下哦，你在这里。啊，所以我是这几天，好、啊、吧，昨天才努力把装备给弄出来。哎呦，好痛！不行哎、欸。那你这是事件哦、喔？啊，不是。对啊，所以我说你没有哎、欸欸、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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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啊，看守者啊，看守者，看守者，这是地层。发现你被冰是在盾内，啊哟！吓死我了！对，那时候我就跟骷髅法师的那个死灵法师的骷髅一样，一碰就碎，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刷勇士之末啊。嗯，哎、欸，要打雷，要打雷。
欸，打雷咯。哦，对，他会有那个提示音，哎，都忘记了，嗯。会叫你按 QTE。嗯。欸，你最近还有在玩 DVD 吗？没有，我已经很久没玩了。哦。对啊。可是我跟你讲，去比过一次赛之后，那个 DVD 的一些比赛会报位的报位方式，其实我都还记得。哦。那个真的是当初有练还是有差。只是可能每一张图哪边是哪边，可能就还是要稍微，如果真的要真的要再玩的话，可能要稍微复习一下。打雷喽！啊，哎、欸，我还没准备好。跑去哪啦？有了，刀子，看一下能不能用。匕首，核心精通技能在100以上，法力释放暴击继续提高40%，这有没有用啊？你觉得？100以上等于是你要满呢，懂吗？对啊，这是不是其实没什么用？你运气好的话，你可以维持很多很多就满的啊，就是你会维持那种雪崩一直触发的话，可是就不好。对，但是就是只要低于就是没什么用，我会换掉啦。可是40%暴是真的很吸引人，对吧、啊？那要控难的，回去配配看好。反正就是当一40%让他送你的这样子啊。对啊，对啊，对啊。反正主要因为就要看，因为他的其他词缀有什么核心技能伤害增加，你知道吗？嗯，对啊。好啦，辛苦繁星了，哎、你可以去。哎，睡醒再跟你说。OK， 拜拜，拜拜。点蝙蝠，点蝙蝠。哎，好啦，我要睡了。哎，睡醒再来跑光鱼。晚安啦，感谢今天镇定的，感谢无名，感谢火鼠，感谢。小伟啊，谢谢谢谢，也感谢今天丢小几点的，哎哎，我们突破了啊，我们历史记录，下一次就是10以上了，各位加油，然后朝着姐姐的方向前进。好啦，我只玩啊，哎，我直接关了，我真的撑不住，我其实刚刚玩的时候已经这样子了，看到吗？我其实已经这样子了。啊，晚安，安妮晚安。我知道你不在，但是，安妮晚安。哎，嗯，来，大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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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来看看会不会睡一下就醒来，醒来应该开麦快跟菜刀他们玩吧，不知道哎、欸。好啦，先这样啦，大家晚安。哎、欸，棺材在哪里啊？啊，找到了。